我先放，好，我带。好，谢谢爸。哎，谁的行李还没有放啊？哎，那车上的空间还很大呢。哎啊，虎虎昏倒了，我。虎虎，你怎么了？虎虎昏倒了，我去叫救护车。哎，爸爸，你给我，我觉得虎虎应该是太累，所以昏倒了。 我们就把它扛下去就好，然后好好休息嘛。好，哎，那我要看，我要看，我要看，我要看。哎哎，给他一点空间，给他点空间了，不然他会没有空气啊，没有空气。好，我们再帮你看好了，我们要去采集空，采集空，采集空。虎波，你起来了。虎波，起来了。虎波，虎波，虎波，大姐，他真的昏倒了。啊，快快快快快！